个最便宜，不，你别买 Costco 的，你买沃尔玛的，买最便宜的那个 Tuna 或者说 Salmon 都可以，罐头，它就不到一块钱，我印象中，或者说一块多一点，一盒，一盒你能用一阵儿呢。到底一盒还得？一盒你打开，就说你没事儿，比如说它没口了，你就扔点下去，没口了你就扔点下去。对，就是那个 tuna 或者说 salmon， 他们拿来夹三明治的，你就买最便宜的就行。但是你别买那种什么油煎的，有很多那种不好使。老吴哥，你的钩得用小钩，它就大一点的，我的饵大一点它都吃不进。我的现在那个